我屋企基本上咧就系四兄弟姐妹。喺我嚟讲咧，当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就系四个之中，我系排第二嘅。咁但系咧，喺我哋四兄弟姐妹之中咧，我自卑心系比较强嘅，甚至喺屋企人入边咧。四兄弟姐妹慢慢长大咧，佢哋会觉得我系一个最弱嘅人，因为喺无论读书方面、做嘢方面，我都系好弱。但系咧个性格就好倔，非常之倔，脾气亦都非常之大。点解又话弱又话大咧？读书成绩系非常差。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个成日咧都会有胃痛啊、肠唔舒服啊，成日咧就会翻咗学校之后咧，因为唔舒服而学校要搵阿妈过嚟嘅。咁跟住就通常阿妈就要收到学校电话就即刻要走过嚟啦，跟住。喺佢嚟講就變咗唔耐煩啦，咁有啲嘢唔係好想回憶咯，叫做，因為其實自己就算到依家為止，我都會係覺得，亦都係因為依啲嘢而令到我係改變咗自己去對每一個仔嘅處理，所以對我嚟講細個嘅嘢係一個經歷。是一个好自我的世界，可以讲话是完全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点，以自己为一个目标去挑剔人，去难为人，去这个甚至用伤害，希望人哋可以关注到我。希望可以得到一啲嘢，我想得到嘅系啲咩嘢呢？我希望我可以得到其他细佬嘅尊重啦，可以面对任何嘅嘢啦，我可以学习，可以有人哋嘅能力咁强啦，因为呢啲都系我自己可以话系完全冇嘅嘢嚟。当妈咪佢哋俾钱我去补习，同细佬佢哋一起补习，但系咧，我得到嘅，我可以学到嘅嘢系好少，可能系因为个心理上嘅嘢影响到我系冇办法可以去想得到，但就偏偏系冇办法可以得到嘅嘢。我想得到是我成日会觉得为什么家姐他们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画得难呢？是因为我家姐走了，但我又觉得我家姐给到我的东西其实是很多无形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帮助到我改变一个很大性格的东西。因为我小时候为什么我说我是很暴力或者是很偏激的人呢？我试过是拿着个锤仔发脾气，拿着个锤仔一飞到出门口那里打伤了人，甚至打烂了侧跟的豉油盅。这些事是令我很深刻很深刻的记忆，因为呢我是整个豉油盅打烂了，只脚是惨到下去，但我还是发脾气，我是完全不理的。但是我是见到我家姐是帮我去向人道歉，卑躬屈膝。但是在那个时间呢，我是觉得我是要这么做。到时候再想回，为什么我自己做错事，为什么家姐要帮我去道歉，为什么家姐要
幫我屈膝，我才開始覺得其實細佬佢哋唔叫我家 姐有乜所謂啫？我點解要依啲嘢要人哋去承受咧？我開始改變自己，開始先至收翻啲脾氣。點解我會覺得自卑啊？嗰樣嘢亦都點解會影響我今時今日去教仔湊仔啊嗰啲嘢？因為我自己係排中間，令到我覺得啊，中間嗰個會成日感覺上是失去的，因为我对落就是男仔，两个都是仔。咁喺屋企人嚟讲，特别是潮州人嚟讲，仔是重要过女的。咁变咗你会感觉上你是得唔到嗰个爱咯，家姐是最大。变咗个个偏重，但系回顾翻到我，譬如脱离咗细个啦，离开咗啦，但系我又记得我啱啱升中一嗰阵时候，我撞车，撞车嘅同时咧，系会见到入咗医院，老豆佢哋会照顾我。細佬佢哋會偏重咗我，坐位我要坐中間位，甚至係因為咁樣，因為隻手傷咗喐唔到，跟住咧就慢慢佢哋就會叫我你坐中間啦，唔好喐嚟喐去啦，費事再整親啦。偏偏就係倒到啲湯落去我只腳嗰度。所以他就很緊張，而老豆呢亦都因為我隻手傷咗呢，又要車我去睇鐵打啊，又要剩啊。見到他哋嘅緊張，好似有一啲唔同嘅嘢感受咗出嚟。發覺哦，唔係，原來屋企人都好重視我。咁當然呢啲係好開心啦。有好多唔同嘅经历，亦都系教晓咗我一啲做人，甚至到我依家大个咗啦。其实早一两年再同翻家姐嚟倾偈，佢话其实你虽然话你改变咗冇发咁大脾气，但系咧佢哋话你啲脾气你自己唔知道，你依然系你可能唔会再咁样大发脾气，但系咧。你是会一不开心你不出声，一不喜欢你不出声，大家都看到的。甚至到我拍拖啊那样东西的时候，他说你有时候以为个个瞓晒觉，你半夜出去，其实知的我们知的，我们担心的，不过没有人够胆出声去阻止你。因为阻止你是只会令你倔强咁样将自己收翻入去间房嗰度，你完全唔会出声，你唔会肯讲出嚟嘅嘢。跟住到大个睇翻有时去翻妈咪屋企或者嗰阵时执下嘢嗰阵时咧，见到啲相咧会话：咦，点解你哋几时去咗行山嘅？点解净系得你哋三个嘅？点解冇我嘅？跟住话。你嗰陣時就係掛住拍拖，你邊理我哋啫？其實回顧翻，其實係屋企人其實係好關心你，即係經過慢慢咁多年咧，係發覺原來佢哋好關心你。所以我細個嗰陣時，我嘅倔強。同埋有陣時候我會成日都覺得阿媽唔中意我，但係老豆都叫我錫我。雖然佢好多時咧係好夜好夜好夜翻嚟，甚至係每一次
導致到我依家咧好多時瞓覺好容易醒咧，係因為老豆好多時咧半夜翻嚟咧係會嗌我個名，叫我開門俾佢。可能其他人唔係好知醒啊嗰樣嘢啦，咁變咗會自己形成咗一啲習慣，就係一有聲就會醒嘅。我其中一次好深刻嘅咧，就係、是、我媽。我諗翻，其實係我可能係我激得我媽好嬲。我媽因為我成日做功課做到好夜，跟住咧，佢有一次好問，攞住把刀想斬我。呢件事令我一路都記住，我媽係唔中意我嘅，我媽係唔中意我。當然到依家結婚。之後慢慢再有埋小朋友啊，嗰樣嘢咧，當然唔同咗啦。但係喺當時嚟講咧，就係感覺點解你要攞刀斬我？唔憤氣，非常之唔憤氣。點解啊？點解細佬佢哋咁你咁重視？點解家姐你咁重視？屋企開麵粉廠，做河粉嗰啲廠，家姐佢哋會去幫手。其實我都好想嘅，但係我實在做功課做得太慢。真係諗翻我自己細個咧，好多嘢係影響我自己嘅教養。我自己讀書好差，我成日都會話，我會好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係會人哋翻半日學，細個嗰陣時嘅學校係全部翻半日嘅。我係翻足全日嘅，點解咧？因為我要喺學校做功課，我要喺學校温書，因為成績非常差。我好記得我自己激到啲老師死死下就係、是，我自己。明明自己都會好激氣，就係明明好辛苦咁温曬書、做曬功課，但係到預物，老師陪我一齊預物，物到已經係100分都好啦。到第二日一上堂嗰陣時，我係冇曬嘅，所有記憶係一片空白，差唔多係十隻字都寫唔到出嚟。我好嬲自己，但是又好无奈。甚至影响咗我自己对英文嘅恐惧。我好驚好驚英文。对将来就算是我之后出嚟做嘢，我都好驚好驚英文。一见英文一要我讲嘢。好嘅，我亦都記得有一次，我細個嗰陣時，好難得，好難得等到老豆同我哋去旅行。我嗰朝早係好唔舒服，但係。我堅持要去，因為我覺得好難得一家人可以一起旅行。但是因為我去到那度，跟住嘔啊嗰樣嘢，跟住啲人個個都好驚，跟住就我老豆就要我媽，你帶佢翻屋企啦。我自己印象好深刻，亦都係成日會令到我覺得。我媽唔中意我，係因為佢覺得我拖累佢。因為我好記得我媽同我講咗一句説話：你唔舒服啊，早啲出聲啦。跟住翻到嚟，佢係掉低咗我，跟住去咗打麻雀，所以令我覺得好辛苦，覺得好唔開心。呢啲係。一啲其實我非常之唔係好想
回憶嘅一啲記憶，一啲非常之唔好嘅記憶。呢啲所有唔好嘅記憶，令到我好警惕自己去同自己嘅小朋友去相處啊，同自己嘅小朋友點樣唔好掉低佢哋，唔好放棄佢哋，甚至係只要無論係老豆應承咗佢哋嘅，或者係我應承咗佢哋嘅嘢，我都要盡力去做。就算自己嘅身體有咩嘢出現，或者係唔係話身體病嘅，而係幾攰啦，都會希望可以盡量可以幫到佢哋，或者係盡量令到佢哋感覺到阿媽係重要嘅，阿媽係會支持佢哋嘅。呢個係我一個雖然話唔好嘅回憶，但係雖然唔係話感覺上係好幸福啊嗰樣嘢，但係無論係變成一種經驗又好，或者係一種任何嘢都好啦，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可以點樣同啲仔女去講，去話俾你聽，媽咪都經歷過啲乜嘢嘢，媽咪都有細個，媽咪都有你哋嘅有一啲係同你哋一樣嘅嘢。點解我可以做到關注你哋啊？各樣嘢點樣係可以做到與你相處啊，嗰樣嘢，因為同埋細個仲有一單嘢嘅，因為我自己拍拖，咁啊，但係就已經讀完中三噶啦，跟住咧就屋企轉咗開花廠啊，做花廠嗰啲，做絲花廠嗰啲，跟住你做絲花廠，咁啊有間廠喺度，咁。嗰陣時我讀學校，嗰陣時過咗中三未咧，總之讀緊中學啦，嗰個階段，老豆唔俾我拍拖。有一次係喺巴士站嗰陣時咧，老豆見到我男朋友送我翻嚟，跟住佢好嬲咁樣抽住咗佢條頸，跟住我就好嬲咁。巴掌升咗佢老豆嗰度，所以其實都話收斂咗自己脾氣，但係當我一觸動，我係一樣係好火爆。跟住老豆同我講過，我同老豆講，唔通你養我一世啊？老豆就話：養你咪養你咯。嗰一下我係窒一窒嘅，即係唔會諗到。老豆會咁樣答翻我嘅，因為我已經係一巴掌升過去，升咗過去啊嘛。因為有感觸，雖然嗰一下個氣頭仲喺度，其實翻咗屋企諗翻老豆講嘅説話咧，我係會覺得其實真係好食。雖然你冇可能咁樣我食，但起碼呢個係大家都好直接嘅反應咯。所以一啲好細微嘅嘢，但係會好記得。你話好細微又得，你話係好大件事又可以講，但係你會有一啲好深刻、好深刻嘅印象咯。到到我講頭先講話花廠嗰度，亦都係老豆要專登叫我媽，你去學校接佢啊！佢成日都放咗學，眼一眼都唔翻嚟。你去接佢翻嚟，我就好嬲咁，行得好快咁，掉低我媽，自己行追住我嚟行翻嚟，跟住我自己匿埋咗喺個廠上高嘅其中一間房仔入邊。嗰間係中間我哋用嚟休息嘅地方嚟嘅。咁跟住咧，匿咗成我諗都有一兩個鐘。但是有個窗口是望到出去的，咁咧就係望到我媽啊，佢哋啊，周圍去揾我，周圍去撲嚟撲去。當時其實有一種報復心態，
點解你哋要管得我咁緊啫？點解你哋要去理我啫？點解咁唔尊重我？點解要咁樣嚟接我？咁多人睇住，好怪噶嘛？得中學生咯，你接我做乜啫？會有呢種咁嘅心態出現咗，所以就要睇住佢哋喺度撲嚟撲去。嗰當時嘅心理就係、是、又好似好報復性，但係見到佢慢慢又會沉澱咗，就係、是、我好似好衰。點解要佢哋咁樣撲嚟撲去揾我啫？亦都因為我當我一嬲完之後沉澱嗰陣時咧，令我對啲事會零零舍舍。大感觸咗，亦都唔敢再做翻相同嘅嘢出現，因為嬲嗰刻係好嬲，但係又係變成要佢哋承擔咗一啲無形嘅後果。我好細個已經係讀緊書，已經拍拖。我好羨慕人哋屋企，但係其實我屋企又比好多人嘅屋企係好好。其實自己知嘅，起碼細個我哋有電視機睇，回想翻其實係會覺得細個好似我痛媽咪咁樣成日嚟。佢起碼知道，哦，一嚟到俾咩藥我食，我就可以好快咁樣止咗啲痛。依家諗翻，其實係即後期我自己到大個，慢慢會諗翻，我自己其實對奶敏感，所以媽咪後期係冇再。好簡單咁，一杯奶，一塊餅乾就俾我翻學，係要專登煲粥。其實如果佢唔愛我嘅，佢基本唔需要咁做。因為煲一煲粥，你就自然要早啲起身啦。何況朝早一早四兄弟姊妹咁樣搞法，雖然一煲粥好似好簡單，但係多時間嚟㗎。大個嘅感受同細個感受係唔同咯，雖然依家都會有覺得阿媽係有偏心啊嗰樣嘢，但係亦都會話人邊有唔偏㗎？個人基本就係總會有偏㗎啦。就算我自己話幾唔偏心都好啦，都會覺得邊個好啲，邊個唔好啊嗰樣嘢，做嘅嘢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偏差。雖然自己去成日警惕自己，都會有咁樣。所以我依家我媽到依家依幾年同我傾偈都會話嘅，邊個話你冇脾氣？你一唔中意，你唔可能唔會大鬧出嚟，但係你都係唔出聲嘅。依句話係依兩年同我講嘅。你唔中意就唔出声噶啦，当堂块面黑咗唔出声，最多唔讲咯，会咁样同我讲翻咯。咁嬲嗰阵时自然都系噶啦。我话咁，但系冇办法噶，我只可以做到我唔出声，我冇可能做到仲可以哈哈笑咁对住你。因為我都是有情緒的嘛，我會這樣跟回去說。但是好像最近一樣，我會盡量是不駁媽咪嘴。
可能會跟老公呻啊嗰樣嘢，但係唔會駁佢嘴，真係唔會駁佢嘴。仲可能都係你講乜唔中意我唔出聲，真係唔中意我唔出聲咯。駁你好似冇乜意思啊。咁而且我成日都倒翻轉頭，我老公佢哋講話咩誒阿媽點咧點，我話唉算啦，佢都咁老啦，仲有幾多年命啫？可以孝順佢，咪孝順佢咯。喺我細個嘅經歷，大致上都係咁啦，一路去到拍拖。而我依家，我之前拍拖嗰個係我中學嘅同學嚟嘅，但係到依家咧係我老公咧係我以前公司嘅同事，甚至係 under 我嘅。其實我老公依家細我六歲嘅，我好記得嗰陣時咧，係去海洋公園嗰陣時，其實同嗰個之前個男朋友咧拍咗都幾年拖噶啦。咁我要求佢，我話我哋都拍咗咁多年啦，你份工作都算穩定啦，不如我哋結婚啦。跟住佢話啊，佢諗咗好耐，佢話好，但係當我哋搞婚禮嗰陣時，我又會覺得。你好像不是很想跟我結婚，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女性在結婚階段是希望男性去注意她的任何事，但是她做不到。我不介意穿她家姐的裙褂去結婚，但是我是介意佢當我要試裙褂、要試成嗰陣時，佢係淨係掛住同佢姐夫傾偈，用幾多錢結婚唔係一個問題，甚至你話哦簽張紙結婚都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當你睇見我去試衫，我話俾你聽。那件褂基本不適合我穿，要改。你跟我说一句，是但啦，穿嗰人间。但是其实你是连一眼都没望过。你不知道我说的不合身，是我连拉你都拉不到。那我怎样去勉强去穿啫？在那一刻突然间，我会觉得我清醒了，我不应该嫁给这个人，我不应该因为我们拍了拖来就要嫁给这个人，这个是我一生人的幸福来的。我不是会想着要喜欢跟这个结婚，喜欢跟那个结婚，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我会觉得你不尊重我，我點解要同你一齊嘅？其實嗰陣時喺同佢拍拖中間，係有人會同追求，甚至我會講一句：如果我同得你一齊，我離開我依家嗰個，咁其實你追我嚟做咩啫？我都會離開你嘅喎。我係曾經用過呢個説話打發一個男人走嘅。但是其实很好彩，就是在我说要结婚这段时间，因为我做那间厂，我老公入了那间厂，他是很隐晦地，他完全不是真的很明确地去追我，令到我很容易可以接受到他陪，其实都知道他是陪我的了。我们那时候做工厂，佢我加班，佢明明冇得加班嘅，佢会等我，佢会
唔使加班喺度喺度陪我，到夠鐘啦，送我翻屋企。其實佢屋企係住喺附近，但係佢屋企住喺我間廠喺葵興嗰邊，但我自己住喺樂富嗰邊。佢會喺度等我，等我放工之後，跟住送埋我翻屋企，跟住自己就翻屋企。哦，你唔攰嘅咩？我話 OK 啦，無聊啊嘛。咁其實自己知嘅，知呢個男仔係中意自己嘅，但係佢冇明目張膽咁追，我又覺得 OK 啦。咁啊，有得去 ，sorry， 有得去繼續去做呢啲嘢。咁同埋因為亦都好尷尬地好難去推開任何嘢，因為始終。他是我的屬下，咁變咗大家我好少會完全拒絕曬所有嘢嘅，只係當一個朋友咁樣一路傾偈。但我翻屋企都係好悶啫嘛，都係自己一個人，咁我陪下你咯。咁啊有得去，但係漸漸係發覺。令到我更加有動力去離開之前那個，之前那個在我說提出分手之後呢，其實他有跟我說過的，說我們再看看先啦，跟著他做了一些事情是令回我，因為跟他拍拖期間呢，他是，我會覺得他是將我去炫耀俾佢自己周圍嗰啲人去睇嘅，佢可能佢會感覺我係起碼唔可以話我係醜啦，雖然唔係話好靚，但係我覺得佢係不停咁炫耀我俾自己嘅同事去見，但係又當我係一個。好男性嘅嘢，唔係好女性嘅人。咁我自認我自己都係因為自己嘅倔性格，所以我係幾男性化下嘅。我會係成日覺得我唔可以俾男性睇低，我會做到幾強下嘅。做一間廠，我可以由頭位去做到尾位嘅。我會，因為我嗰陣時做嗰間廠係日本公司嚟嘅，咁日本真係日本人嚟香港開嘅公司嘅廠，一間影印機廠，我會做到連日本人都會唔會睇低我哋，唔會睇低女性，我要改變佢哋，我成日都會覺得我要改變佢哋，我會去依、這個，無論啲玻璃係。几重？因为影印机面嗰块玻璃咧系几重嘅，我系会照搬嘅。要做嘅嘢我会照做嘅。跟住自己冇学过日文，但系我听佢哋讲日文，听佢都会学到一啲少少嘅日文啊，各样嘢。喺我自己喺工作上，我系满足嘅。因為我會做到可以令到你哋唔可以挑剔我，令到我想去做咩位，你哋都可以去滿足我。我可以由一個小小嘅拉員，跟住做到去一個倉嘅管長。我會為我，因為我做倉嘅管長嗰陣時候。是曾經試過一單嘢咧，就係因為分開好多組別噶嘛，咁我哋分配啲嘢出去俾啲組別，佢哋話冇嗰盤嘢，冇嗰樣嘢，點解你哋唔出嗰啲貨？跟住我淨係我話你等我 check 下先，跟住我淨係問咗我嘅組員，你哋係咪真係出咗出嚟啦？跟住佢哋話係啊，已經出咗出嚟啦。哦，得，你講咗就得啦。跟住我去抄曬成佢哋
每一個自己組自己一個 group 嗰度嗰個佢哋周圍擺嘢嘅地方，跟住我揾翻嗰啲貨出嚟，跟住我話：你哋話冇，你哋睇下，唔該你唔好先冤枉我哋。所以點解當我管成班男仔，佢哋會服我，因為佢哋會知道，只要佢哋講，我就會撐。只要你哋誠實話俾我聽，我就會撐。同埋我會學識咗，可以話，因為好多時同人相處或者係自己嘅性格，令我學識咗去知道睇嘢，又或者係我由細到大，雖然激動，雖然係好暴躁嘅性格，但係我會成日都會。因为一些事而反思，我亦都会很留意周围的人，每个人的性格。好像我其中有一个拉员，其中我属下有一个人，他是成日上班都睡觉的。那我就会给一份工作去，我们需要经常性有一个笼的车，就好像人家现在那些收集纸皮那些一个笼的车。收起晒啲纸皮啊，收起晒啲盘啊！我话你要永远帮我保持条拉，唔可以有满车，要收起晒所有嘢，唔可以俾人有投诉。跟住其他时间你可以病埋一边瞓，但系你唔好俾我上级睇到你去瞓觉。但系当我咁样做嗰阵时候，佢做到晒。去要的东西。接着那些人很多都会投诉说啊他妈妈妈妈妈我说那他有没有做错，他有没有整污了你的地方，他有没有令到你觉得周围摆晒东西在这里，没嘛，没问题咯。就算我上级要吵我都会告诉他，你见到他睡觉吗？没人会叫他起身，我说明的。任何人不准提他起身，只要你衰了我就要炒你。但就是因为我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做到自己应该负责任的事。我觉得自己很庆幸的，我自己就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很特别地，我公司做哪一间公司都好，我记得我见过一份工作，个老细说给多少钱人工，我呃我人工，跟着我说好我给你呃，但是当我试用期满你觉得我不满意的炒了我都可以，但是如果我没有令你不满意的话，你要加到我要求的人工。我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蛤，你这样说话都可以的你对自己这么有自信，可以说我做这么多事之后，做了这么多年事之后，我是对自己有自信的。所以我是可以很夸很自信地去要求去做这些事，要求去承认我，我说我明白，我要求的人工你可能会觉得啊，不是我预算的，但是我会告诉你，我起码我是值的，我是绝对令到你会觉得你是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其实那份工作最后是不单止它是继续留我在这里，甚至是他要台湾公司来的，他要离开香港的时候，他说我要回过去台湾，不如我将间公司给你啦，我不用收你任何钱，你继续运作啦。但是我就会告诉他，我想了一轮之后，我告诉他我不要。为什么我会不要呢？因为我会思考得更加远，就是在香港的物流业已经退了，
我要咗呢间公司，我承担嘅心理压力同埋我对屋企人要付出嘅时间就更加少，少之又少。我宁愿继续打份工，做到几多年咪做几多年咯。到到有一份工真系冇办法维持啦，退休咪退休咯。甚至我有间公司个老细咧，喺我走嗰阵时咧，佢问我：其实你觉得我哋公司有咩嘢需要改进啊？系老细问翻我转头，跟住我话：你真系要我老实讲？佢话系啊，你唔好再同你老婆嗌交。啊，当你每一次同你老婆嗌交嗰阵时咧，你系影响到我哋成公司嘅运作。你哋嘈咧，你系令到我哋咧系唔安稳嘅。同埋我会觉得我自己做每一间公司咧都好得意嘅，佢系好似点形容咧？做几年之后咧就会开始下滑，会执噶啦。跟住直到我做我细佬间公司，佢自己开咗间公司，做佢间公司，跟住。他跟我说了，我说你请我你最多可以请三年的，第四年你开始会下滑的公司。我就这样跟他说。跟着呢他跟我做了两年之后，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你之前的公司呢会这样的情况出现。他说因为你其实就是一个火车头来的。当你去做的时候呢，你是一路向前去，一路向前去，推公司推得好快，所有嘅嘢你系行得好快，你系令到间公司会不停去发展。但系咧，当间公司不停发展嗰阵时咧，需要请人之后咧，后边嘅人跟唔到你嘅步速啊。跟住我先知点解。咁得意，點解我做嘅公司成日都會係咁？因為我步速快，啲客好滿意嗰陣時，自然啲生意就嚟。但係接我手嘅人，由我手上谷分出去嘅工作，啲人係接唔住，做唔翻我做到嘅嘢出嚟。喺我做依間公司，即係由我細佬話翻俾我聽之後，我先知嘅。咁點解佢會揾我去公司做呢？其實我已經係諗住我退休，我全臭仔嘅啦，我唔諗住要繼續做落去嘅啦。跟住佢就會同我講：我需要人，你幫住我手先啦。咁嗰陣時其實因為我喺一間公司係做咗之前嗰啲公司，有一間公司係做咗。有一间公司我做比较做得长的公司，那些呢就是我生第一个仔的公司。几岁？那时候24岁啊。跟住6年之后生第二个仔，在另外一间公司。第三个仔都是在另外一间公司。即是说我最尾那间公司我生了两个仔的。做得最长的两间公司，最尾嗰间公司生两个仔，因为都是争了6年，即是我三个仔，其实是总共头尾是争了12年。咁中间其实点解我会话我慢慢大个，我会觉得阿妈是好的。其实我讲真一句，我三个仔都生仔嘅，都是开刀的。第一个仔就好正常咁怀孕，跟住纯粹系因为佢迟出世，甚至因为等紧要生嗰阵时咧发烧。第二个仔咧就系、发生咩事咧？就系、陀紧佢嗰阵时患咗妊娠期血毒症。其实我自己完全冇感觉噶。当你患呢啲嗰阵时，你系唔知噶，亦都唔系医生 check 出嚟嘅。是哪个check出来呢？ 是我的同事说，喂，你在你这个时候，你没理由会
被到你要应该手肿脚肿的时候，因为那间公司是一个算是集团式公司，他说 你不应该是手肿脚肿的时间来的，你应该是怎么说呢，还是我说蛤，手肿脚肿不是很正常的吗？虽然自己和过第一胎，但第二胎都是觉得是胎胎都有不同的啦，哪有一样的啫，所以就不会觉得一回事。我说不是啊，你肿得不正常，你快点去医院那里去 check 啦。check 出来都住了一日医院，跟住佢都话我冇乜嘢，跟住哦咁啊算啦。跟住我个到再有事咧，就系、是、都仲被 check 到我妊娠期血突症。跟住再有事嗰阵时咧，就系、是、突然间觉得个人好似胃痛咁，好唔舒服。咁我去睇中医。中医嗰个医师啊，你唔系咁简单嘅嘢喎，你最好叫救护车即刻去医院。跟住佢话你依家唔好喐，我依家帮你叫救护车。跟住入咗医院就已经唔出得院啦。嗰阵时其实自己都唔觉得有咩嘢特别嘅，仲记得。我在医院嗰阵时，我仲话吓，我乜都被交代俾公司啲同事喎、啊。你可唔可以俾我出院去搞掂啲嘢啊？我话你仲想出院？我记得点解会系突然间会咁嘅情况咧？嗰阵时我已经去翻我妈嗰度住噶啦，跟住咧就同我妈一齐住，跟住咧就系、是、我老公激到我敏。咁跟住嗰晚黑咧，我就唔係上床瞓，而係喺張安樂椅嗰啲搖椅嗰啲瞓。跟住咧，瞓咗一晚之後，第二日開始個人覺得唔妥，跟住所以走去睇中醫，跟住先發現話啊，原來已經係妊娠期血突症。跟住就話俾我哋聽啊，你自己不可以再出院了，你现在一出院很危险。但是当时我是呕得很犀利，一直我只是以为自己的胃不舒服啊，个肚不舒服，又很担心个小朋友，你始终你驮住他，你担心他会不会影响了他。咁所以但是呢，到入咗医院呢，你又会好辛苦，好辛苦，但系咧，你又会挂住自己公司嗰啲工作被交代被成，你就放假。咁你啲同事点啊？我记得我生第二个仔系我最辛苦、最辛苦嘅，因为当你三日之内不停咁样俾人哋抽血，第一日呕到个姑娘同翻个医生讲，不如俾止呕药去食啦。哦，护士啊，我咁样呕法系咪有唔妥啊？会唔会连胃个胃都呕埋出嚟啊？哦，呕到我已经冇食嘢噶咯，完全都未食过嘢，已经24小时未食过嘢，我点解都仲有嘢呕噶？自己都会担心有冇事噶。我后屘医生系话，第三日嘅，因为佢即刻嗰一日一入院之后，医生已经同我已经听到医生讲，要保住个 B B 个肺功能。嗰阵时大约系七个月，差唔多七个月啦。佢话要保住个 B B 嘅肺功能，问我就话要到第二日嗰阵时咧。医生直头好紧张咁问啦，佢仲有几多针先至打完个几点钟打完第三针，护住个肺功能啊？跟住姑娘话听朝早几点钟，即刻去 book 急症手术室。我好记得呢啲嘢，因为你当你成扎医生围住你，
你咁樣去經歷，戇居居喺個醫院嗰度，其實除咗俾佢不停抽血，第一日嘔，佢止咗我嘔之後，我係戇居居係咁，淨係喺度瞓住喺度等嘅啫。但係就知道係緊急嘅，因為佢已經係抽唔到我血啦。我好記得，我生完之後，我同我老公講，我話如果我依家出院，人哋以為我吸毒者啊，成手都係針窿。我話成手都係針窿，其實係抽血抽到，可能抽完一次，因為佢已經係唔知兩個鐘頭啊，就要抽我一次血噶。但係抽到係可能一次兩次就已經抽唔到啦。嗰陣時都未知咩叫妊娠期血毒症啊，咩一回事啊。叫做出世開刀出，所以變咗佢係開刀出嚟之後。都算小粒的，但都 OK， 勉強都可以啦。至於第三個仔亦都是開刀的，他給我的經歷就是我很開心啊，他 很健康地出世啊，又沒有發燒又沒有成，但是當他第二日出世，剛剛是不會給我們的，到第二日他給了我之後，當我要喂佢食奶，跟住佢醫生就話要將佢又擺去嗰啲觀察室嗰度。發生咩事啊？醫生話佢啲血有問題，我嚇到成個人唔知點算好啊！你會好緊張，咩事啊？點解又有事啊？明明啱啱瞓擺咗嚟我床尾。俾我自己去亲身去感受，去亲身去抽佢，点解又要带翻走佢啊？好紧张，跟住话，原来佢初初话俾我听，有可能要换血，哦，真系好惊，吓咁细个换血？咁我先知道黄疸病原来唔系真系黄疸病，而系可能系因为我先生同我嘅血型系唔啱啊，即系大家都唔系同一个血型，有机会导致到个小朋友身体上同时拥有两种血型。佢话姑娘话俾我听，你去要睇下去观察佢。会不会是最终自己可以选择到某一种血型、做他自己的血才可以，如果不是就要帮他换血。我当时哇喊到我啤啤声，好紧张，真的要换血那怎么算啊？那么小个你要经历这些事怎么算啊？好庆幸地，起码喺佢经历等咗两日左右，医生话可以啦，佢稳定啦。咁我个心就先至可以真真正安定翻落嚟。而除咗生他们的经验之外，其实在我们夫妻之间，虽然说三个小朋友，但是我们夫妻之间你会听到我说无论老豆答应了他们什么东西，我都会尽量去，几攰都好，因为我那时的工作量是大到每一日放工计三个，生完三个之后每一日放工可能都会做到已经是十点几、十一点钟，其实很少时间陪他们。他们小的时候我很少时间陪他们，主要是我妈凑。所以如果我老公答应了他们，带他们去公园踩单车啊，带他们去公园玩啊，
或者是任何的事，只要他答应了我几句都好，到星期日，因为我除了星期日我差不多是没得休息的，我都一定会带他们去，自己坐在一边看着他们踩，又或者是自己亲身去教他们。其实他们踩单车应该全部都是我教的，在他们生活中，其实你可以说我是好像单亲家庭一样，我做了老爸的工作的，甚至他们、去拍拖，我会提醒他们、在他们拍拖期间，因为现在的青少年，不要说他们，就算我自己小时候都会，会很有那种幻想，对性的幻想。那我会解释给他们听，甚至叫他们不是不得，但是我知道阻止你们是不可能的。我会觉得你们要做的，你们是要安全，你不可以拖累人。我阻止你们，难道你们就不做吗？所以我会解释给他们听，甚至我会说，还有你拍拖就算大仔，我记得他中午那时候是第一个拍拖 的女朋友来的，他会告诉我，妈咪，你介不介意我将来的老婆身体上有缺陷吗？我说蛤？有缺陷不关我事的。我会答一句很有趣的，跟着他说为什么，我说是你面对的，不是我面对的，你接受到，我为什么接受不到？你要面对的是你将来接不接受到，但是唯一一样东西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现在拍拖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告诉我你没有心理准备会甩拖。甩拖可能是个女仔，就算你说个女仔有缺陷都好，可能是个女仔跟你分手，但是你不可以告诉我你突然间将自己病埋了，失踪了，不见了。因为当你不见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很担心。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你说，我亲眼见过我其中一个同事，他因为跟女朋友跟他分手，跟着他自己扔自己去了长洲，全世界都找不到他，公司找不到他，他父母找不到他，任何人都找不到他。虽然他不是我真正的亲人，但我认识他，我都会有担心，会想。所以在你拍拖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你做任何事都好，你不要让我担心，这样就可以了。那个女仔有什么缺陷不关我事，是你承担的而已，我会这样告诉他们。那我自己就算到个细仔依家，佢话俾我听，佢之前不停咁话俾我听，其实你介唔介意噶？介唔介意同性恋者？你对同性恋者有咩睇法啊？我唔会唔尊重佢哋。咁如果我系咧，咁我都冇办法噶。咁呢个系你嘅选择，唔系我嘅选择嚟噶。我嘅选择就系你任何嘢，我只可以支持你，只可以喺某程度上辅助你，我唔可以做你哋嘅任何抉择。我只可以话俾你哋听，后果会系点，而所有嘅后果，你系需要自己去承担，而唔系我去承担你嘅后果。唯一一样嘢，你哋唔可以令我担心嘅啫，就系呢样嘢，唔可以有任何自杀嘅念头，唔可以有任何因为爱情而要轻生嘅念头。爱情唔系你哋嘅全世界，你记住，我哋仲系
你仲有后盾就系屋企。我成日都会提佢哋呢样嘢，甚至我同我先生亦都经历过。我话你哋睇到噶，就算我同你老豆，就算系正常夫妻关系，都会有嗌交嘅时候，闹到话啊要分手啊，要离婚啊，你哋陪过我一齐噶。因为我都讲过啦，我都算系真系几强悍嘅，但系又好柔弱，系好希望得到爱嘅。所以其实可能人就系矛盾嘅，所以好多时都会有呢种咁样嘅反反复复。但系由我去做嘢。覺得對屋企有欠夠因為太長時間嘅工作，到我自己已經冇做嘢，甚至我好慶幸嘅我個仔會話俾我聽，佢個大仔會話俾我聽，媽咪，你知唔知你冇做嘢之後咧，你對我哋嘅要求係好高嘅。你啱啱冇做嘢嗰陣時咧，你係样样嘢咧，好容易会不经意地发咗脾气，不经意地要求高，令到我哋好难受啊！哦，其实我好开心你话俾我听嘅，我会真系唔知嘅。学你话斋系不经意地做晒，可能因为以前我基本就系管人，我点会放得松啫？做到你突然间冇人管，你会系？不经意将自己所有之前的嘢全部搬翻晒嚟屋企嘅，呢啲唔系我想俾你哋嘅，我都谂住我要放松俾你哋，我希望你哋系可以好自由、好自在咁喺自己嘅屋企，可以喺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可以将我当朋友，又可以任何嘢都同我讲。你知道媽咪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工作上影响了我的，令到我放不开不期的。我都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多谢我的仔他们可以很勇敢地告诉我，很喜欢表达给我听，甚至拍拖任何一个人，甚至他们会说，个第二仔会说，我希望我将来个老婆是好像妈你这样。我小仔会成日都跟同学说，甚至他有时候是跟，刚才我都说过，个仔是有玩话剧社啊那些，他会跟啲话剧社的人，突然间去跟话剧社，突然间打电话来，问跟我说一句，阿妈，我爱你。跟住问我，你觉得点啊？你有咩反应啊？你有咩回应？哇！知道你喺度做咩啦？梗系同同学喺度打紧赌啊，玩紧啦。跟住话我妈唔会话我黐线，唔会话我成啦。跟住佢啲同学个个，佢啲朋友个个喺度笑噶。点解我头先有讲过话？我个仔啲同学会觉得，你阿妈其实同你相处真系好好嘅，好朋友式嘅，有啲嚟过之后系好中意过嚟添。因为有一次系佢哋嚟我屋企嗰度，话整嘢食，翻学校搞嗰啲类似圣诞联欢啊嗰啲，我话你咪嚟搞咯。跟住佢打喺我出咗去中途，佢打电话俾我，佢话我整。打寫曬啲嘢，個地下好亂好滑，哇！你哋搞翻掂佢咪得咯。跟住我翻到嚟屋企，佢哋成見到個地下立黐黐，滑潺潺。跟住咧，好自然，梗係自己去清理佢啦。冇諗過要鬧佢哋，但係咧，佢哋原來搞完活動咧，佢哋話因為清潔唔切啊，搞完活動翻嚟，諗住繼續先再清潔，跟住咧見到我好似黑口黑面，我話阿仔啊，你打個電話話俾我聽，你翻嚟啦！你知唔知阿媽好尷尬，著緊件背心，
突然间有男有女，你叫我点样望，拧个面去望你哋？佢话佢啲同学第二日都仲系问紧佢，你阿妈系咪好嬲啊？唔相信阿妈系冇嬲，佢啲同学猛咁话冇啊，我阿妈冇嬲到。我话我系好尴尬，我唔系嬲。我话好尴尬，你哋全部都青少年期，我着住件背心喺屋企执紧屋，夏天热辣辣，我唔记得系圣系咩圣诞啊，定系乜嘢？总之系着住件背心喺度清理。我话见到只系皱个眉头，唉，你哋都系唔识清理嘅。怎样去令到不再立次次，你们都是搞不定的了。所以 他自己都会觉得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自己的仔都会觉得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咦，阿妈可以是完全不闹不胜，哦，你们肯帮我抹了个基础的已经是很好的了。你哋边有能力可以做到咁好啊？不过唯一一样嘢，有冇搞错？你哋将我唔记得佢将啲咩嘢摆咗喺梳化上高。我话呢样嘢你点可以摆喺梳化上高噶？啊，因为我哋分咗几多人嚟做啊嘛，咁个梳化我嚟坐噶嘛。跟住件事其实就冇乜嘢噶，但系喺佢哋。啲同學生活中就係仲係驚咗好耐，佢都係話俾啲同學聽冇嘢啊，冇嘢。